9月8日，被誉为水中茅台的农夫山泉在港交所正式上市，上市首日高开 39.80 港元，涨幅一度达到 85.12%， 总市值约4453亿港元。随着农夫山泉上市，其创始人钟闪闪身家一度超越马云和马化腾，向中国首富发起冲击。钟闪闪身家大涨的背后，是农夫山泉确实太能挣钱。招股书显示，2017年至2019年，农夫山泉分别实现收入 174.9 亿元、204.8 亿元、240.2 亿元，实现年度净利润 33.9 亿元、36.1 亿元、49.5 亿元。2019年，农夫山泉综合毛利率高达 55.4%， 占比最大的饮用水产品毛利率高达 60.2%， 这意味着饮用水每一元的销售收入可以带来约 0.6 元的毛利。从净利率来看，2019年农夫山泉净利率为 22.8%， 远高于国内软饮行业 9.6% 的平均净利率。农夫山泉占据着行业 20% 的份额，不仅稳居行业第一，收入增速远高于行业水平，净利率还比同行高了整整10个百分点，几乎把瓶装水行业做成了寡头市场。那么钟闪闪是如何打造出这么一个饮料帝国的呢？1954年，钟闪闪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因为文革只读了小学五年级就被迫辍学的钟闪闪期间学习过泥瓦匠，干过木工。1977年恢复高考时，虽然连最基础的代数都不懂，他依然坚持参加高考，连续考了两年，但每年都以20多分的差距落榜。电大毕业后，钟闪闪成为了浙江日报的一名记者。在做记者期间，他结识了不少商界人物，积累了丰富的人脉。而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是1988年，在那个流行下海经商的年代，钟闪闪选择到刚刚成为经济特区的海南闯荡。和他几乎同时到海南淘金的还有潘石屹等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商人。和很多南下淘金的人一样，钟闪闪最初的多次创业也并不成功。1990年看到了宗庆后创办的娃哈哈口服液的巨大商机，钟闪闪成了娃哈哈在海南和广西的总代理，但他拿着在海南出售的较低价格的口服液以较高价格卖到广东，这一行为很快就被娃哈哈发现，也让他失去了总代理的资格。尽管丢失了代理权，但保健品行业的可观利润在钟闪闪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在成立农夫山泉之前，真正让钟闪闪名声大噪的却是养生堂龟鳖丸。在那个遍地是机会的年代，钟闪闪发现海南当地人特别喜欢用龟鳖煲汤，龟鳖汤更是当地招待贵客的大菜。既然大家都喜欢养生保健，那为什么不把岭南的龟鳖汤推向全国呢？别人喝汤，我做成药丸不就行了。1993年钟闪闪赌上了全部的身家，在海口成立了海南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，聘请了3位中医药大学的专家，花了8个月的时间研制出了养生堂龟鳖丸。此时距离钟闪闪南下海南开启创业生涯已经有5年时间，成败与否在此一举。至此，钟闪闪的营销天分也开始渐渐显露，在他的操盘下，龟鳖丸迅速火遍大江南北，他也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万。随着养生堂的声名远扬，其后相继推出了10多个品牌和产品，所涉及的产业横跨保健品、生物制药、饮料、食品4大领域。1995年，国内的保健品市场迎来了严厉监管，当时的卫生部对国内200多种口服液进行抽查，宣布不合格率高达 70%。 在全国上下一片声讨中，保健品市场从顶峰跌落谷底，3000多家保健品厂商中仅有不到1000家幸存下来。到了1996年，中国国务院停止了保健药品的审批，保健品市场的野蛮生长时代宣告结束。面对着突然萎缩的保健品市场，钟闪闪决定回到杭州，但这不是告老还乡，而是重新创业。他决定进军瓶装水行业，成立了农夫山泉。当时国内瓶装水市场刚刚起步不久，也正在逐渐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。娃哈哈的纯净水借助口服液和国奶的庞大渠道网络和品牌效应，
迅速在全国推广。1996年顺利拿下全国第一市场占有率的宝座，销售额突破10亿元。次年，乐百氏几乎使用同样的套路布局纯净水市场，加上较早进入的康师傅，在90年代末，娃哈哈、康师傅、乐百氏这三大纯净水品牌几乎垄断了国内的瓶装水市场。面对这几成定局的市场，钟闪闪拿出了运营保健品的打法，也就是制造概念、广告轰炸，让权威背书。当时市场上几乎所有产品都主打纯净水，乐百氏更是号称27层过滤。经营保健品多年的钟闪闪意识到，纯净水只是满足了人们对清洁饮用水的需求，但是并不代表纯净水就是健康的。根据他在保健品市场多年的经验，人们对饮食总有升级需求，而且越健康越好。所以农夫山泉选择主打天然水概念，喊出了农夫山泉有点甜的广告语，在当时众多的瓶装水竞争者中脱颖而出。不少消费者甚至专门买一瓶农夫山泉，就为尝尝到底甜不甜。产品上市后，农夫山泉抓住了家庭电视机普及的机遇，大力投入电视广告。根据全国主要电视台的广告监测数据，1999年全国饮用水行业电视广告总投放为 6.35 亿元，同比增长 61%。 农夫山泉1999年的广告投放同比增长 256%。 不止如此，在电视广告中，农夫山泉花钱请来权威专家大谈天然水的种种好处，最终名声大噪的农夫山泉打破了瓶装水市场三分天下的局面，成为一匹黑马。相比可乐果汁而言，瓶装水简直就是寡淡无味的代表。但就这样一个寡淡无味的行业，全球饮料巨头却趋之若鹜。百事、可口可乐、雀巢在20世纪90年代相继进军瓶装水市场。国际咨询机构大观研究认为，全球的瓶装水市场规模到2025年将超过2000亿美元，年复合增长率为 7.4%。 2019年中国人花在瓶装水上的钱超过了2000亿元，占软饮料市场的 20.3%。 在过去五年中，瓶装水的复合增长率为 11%， 到2024年瓶装水将占到软饮料零售额的 25.5%， 将比现在的占比增加5个百分点。在一个成长迅速、利润爆表的赛道中杀出一条血路，农夫山泉自然有它的独到之处。水是刚需，也到处都有，但不是哪里的水都好喝。水源地直接决定了瓶装水的品质，而天然水源地是稀缺资源，早点占坑才能建立产品壁垒，而且不是谁都有资格去搬水。根据2015年出台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，从自然资源取水，例如江河湖泊、地下水，得经过三个步骤。第一步，拿到开采资格，这通常要耗时3至5年的时间。第二步，向财政部竞拍许可证，年度取水量价高者得。第三步，每年交纳4%的营收作为水资源补偿费，然后才能按照经过审批的年度取水计划进行取水。三步下来，通常要花掉少则几十万，多则几千万。如此可见，水源地的稀缺性一方面限制了企业扩大产能，但另一方面也帮助企业建立了较高的进入门槛。对于20多年前就开始搬水的农夫山泉来说，有门槛就是利好。农夫山泉早就建立了10个天然水源地，其中产量最大的是千岛湖，每年获批可以拿到2亿立方米的水，一共有26条包装水生产线，产能达到683万吨，使用率大概 61%。去年生产了416万吨瓶装水。想要搬水，就要建立生产线，对水进行过滤等基本处理和包装。瓶装水的厂商一般需要配置过滤杀菌设备、包装设备等生产线。这些生产线设备初期投入规模较大，例如一套较为先进的德国克朗斯矿泉水生产线，造价约8000万元。从农夫山泉的招股书中提到的代建基地，建一个基地至少要花几亿，还是挺贵的。不过生产设备的平均使用年限是5到10年，水又不用花钱，生产边际成本几乎为零，产量越大规模经济优势越显著。
而瓶装水产业链中最贵的其实是运输成本。在瓶装水行业里，有一条500公里运输半径的经验理论，就是说如果销售市场距离水源地在500公里以内，那么尚可盈利，但运输半径一旦超过500公里，油费加上过路费还有损耗，运输成本就会陡然上升，终端价格除非卖到 2.5 元以上，否则根本不可能盈利。农夫山泉十大水源里边，万绿湖、千岛湖、峨眉山、丹江口、雾灵山正好位于珠三角、长三角、成渝、湖北、京津冀这五大消费腹地，这意味着可以直接在水源地建厂完成产品生产，再就近销售，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。不可否认，农夫山泉占据了一个好的赛道，但农夫山泉的市值是否存在高估，这个疑问一直都有。虽然农夫山泉业绩亮眼，但现阶段的农夫山泉其收入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卖水。在2017年、2018年和2019年的营收占比中，卖水营收分别高达 57.9%、 57.5% 和 59.7%。 虽然农夫山泉接连跨界进军化妆品、酸奶、咖啡等领域，但并未在市场上形成较大反响。除了产品结构单一，在软饮料方面，农夫山泉也面临着产品护城河不深的窘境。随着老牌竞争者的市场拓展以及后起之秀的崛起，软饮料的赛道正变得越来越拥挤。而面临这些问题，农夫山泉未来能否支撑起堪比科技股的市值，值得我们思考。